政府新冠疫苗外展队今日起至到礼拜六，一连三日，每日上昼十点至到下昼六点，喺葵涌大白田街二号石梨社区会堂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，俾区内嘅居民，尤其系长者，即场接种科兴疫苗。年满六十岁嘅葵青长者到场接种后，更加可获得200元嘅超市礼券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日前到石梨商场派发宣传单张，呼吁区内嘅居民踊跃参与护己护人。聂德权又话，政府正积极推动地区外展接种，除咗喺地区举办疫苗资讯讲座、健康咨询同埋即场接种嘅一站式服务，聂德权更加指本月内会喺两间公立医院设立疫苗注射站，为复诊嘅长者即场打针。